是无白无痴无天，我是真的无悔无怨，毕竟先交铁打无限2555天 yeah, I from forever。 旁白哥抱抱卢俊硕交反反稳交七年求婚成功，五间情团员只有他开花结果。所以你要结婚了吗？先暖身。当然是没有。哎，也不过才17天前去吃 K 的喜酒，娄俊硕和爱情长跑七年的女友焦凡凡一起去见习婚礼，小两口接着飞马尔蒂夫度假，这么 suddenly 就 forever 了。男方还发表7年等于2555天等于 till forever 新歌见证奸情。2555天，我是真的无悔无怨，毕竟先交铁打无限，2555天 yeah。男女朋友哎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害羞？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，所以这当然会是一个目标。两人安全稳交的心境与足迹都记录在焦凡凡的 YT 频道里。我很想你啊，我真的很想你。我才出去不到一个小时。他动鼻中隔手术时，楼全程陪伴，平凡的浪漫令人动容啊。他已经是未婚夫的身份了，粉丝可以死心了。小姐，你好像锤错人了嘞，陈零九差点结婚但没结。是很不分手。是啊是啊。他和呼呼爱情长跑整整十年，突然此路不通就分道扬镳。现在恋爱跟你工作的比重是多少？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阶段可能是80/20。真的啊？工作到80？恋爱80。没有。团长邱风泽也憧憬成家，曾和旗下艺人才子有过一段恋曲。我知道你忘了有我一直在这，从未回头。但经传才子花式劈腿，邱风泽自是头也不回的把他放下了。为什么不按我赞？马上按起来，不好意思，我一夕之间把它补起来，我全部一夕之间，我再不赞了，一夜之间。至于黄伟晋和赖燕菊这组爱撕逼的小淘气，他只要回了一句话，我立刻爆炸。外传小赖为了违禁秒按公言休战，不理自己，两人渐行渐远，但已破冰楼。你要先打赢我，打赢你。至于他们各自的情史，目前是查无此人。纵观五间情团员，娄俊硕最晚加入，年纪最轻，最早结婚呢。2555天，我是真的无悔无怨，毕竟先交铁打无限，2555天 yeah。三立娱乐新闻，恭喜恭喜报道。